我们看这一题，他问说下列叙述何者不是化学变化？哦，不是化学变化就是没有新物质产生就不是化学变化。我们看 A 选项，酒精容易蒸发，哦，酒精本来是液体的嘛，蒸发以后变气体，本质没有变，没有新物质产生，所以这是物理变化，不是化学变化，所以 A 是对的。再我们看 B 选项，镁带在空气中燃烧，哦，镁带燃烧就是氧化了，哦，镁加这个氧化，啊，变成那个氧化镁，啊 ，MgO， 啊，你给它平衡一下的话，这里是二了，二，那这就平衡了，哦，这个是它的那个化学方程式，这是化学变化，哦，他问不是的嘛，所以这个是化学变化，再看 C 选项。铜箔受热表面变黑，哦，这是氧化了，就铜了哈，哦，这个与氧发生作用了，变成氧化铜，哦，这应该是氧化铜，应该是这个样子，啊，这是黑色，所以这是化学变化，哦，他说不是化学变化嘛，所以是 A， 这个是化学变化，所以不要选。这样看 D 选项。鞭炮爆炸，鞭炮爆炸相当于是那个火药爆炸，火药的话就是那个硝酸钾加硫磺加木炭，哦啊，这个会发生反应，所以这是化学变化，哦，所以呢这个不要选，哦，这三个都是化学变化，只有这个不是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A。